大家好，我是小苏，今天去镇上买个取暖的炉子。走吧，开始咱们长篇跑去。我带着你，带着我。你带着谁就住，我带着你。看不看？看呀、啊。看那边免费的泉水，参加了没有？这家伙冷死了，暖的还。这就是最小的了。有姐姐，就单牙子不带，这广安路一百三吧，还，住的地儿一百三吧，还，贵的是外地吧，我的一身弄的，后来然后就盖着去，别就，对呀，你就把那药盖着了，嗯，他也比着还好些着没有，他主要猪贴着就是最好的了，他就没那做贵的，没那做贴皮的呀，贴皮就没有那做贵的。他比我就不中了，你上得了啥子？能是两三年吧？哎，可不是两三年两公分，他不好上。咋咬着药呢？咬着饭的呢？确实咬着饭的，饭的和药的吃了两公分。饭吃了好几天。咋就咬着？咬着它甭冷。这站摆着牙桶的脚盖都不养眼吧？还不养眼。不养眼。挪眼儿，挪眼儿好的。手挪好了，手干了。手镯贵了，这不锈钢这是几钱？一百。这顶着腐蚀了吧？嗯。牙都不带挑着，快挑着好贵了。牙镶出来是牙梁都没过，才贵。十几年镶就是这个，要保护好了能十几年。对。你是几钱一个钱？这五块钱。这是五块。那估计五六个就够使了。打六个。打六个了。咋就要贴皮吧？贴皮便宜，经济实惠。哈哈，对。还是前面的不锈钢的时候，他不想往里藏。这脚气就待了外头了呗。不洗吧，收再收点儿吧。这一百块，一百几单？一百五，这是三十。这是三十，三十那是四块。找个领的。来个便宜便宜吧，一百七吧。你就这。那不便宜，你就这边。就这丫头。就那丫头吧。你下次开哈不开哈吧，不开哈就中。选好了，就要那几吧，感觉遇见有缘。就要了你吧。嗯。就这。中啊，真好。买来了。买来了。直接去。俩牙桶总共一百八。直接去。这啊，这是啥是？这一个。这是六个。六个这可不好。这嘴不好呀！哎，你怎么一个我家你都最高顶的了了，准整两月的。我说这个着不好呗。好，这个着不好，不是你三十块钱，你再说一个人家你谁家也整着家。他真别说了，你有一直接就是一根，没有没吃，一百块钱你都不修干，我敲了多也好。关键是这回你还是当劲儿，光图便宜了。你闹了气呢，我当劲儿呢。是啊，到时我给钱来吧，我敲了你就想要着了。这可真不好，你都给人家花吧，你花不花？花呀，他倒花。那你快去吧，钱花好了，我给你赔上七十块钱，咋不要我啊？去花吧，我也想不着。嗯。事儿，你爸他是来你去花吧哈。不用给钱，要还事儿去花吧。哼，还咋不要我？这个就一千五就行，我给他泡着牙着喂人家的还没。就是说的也有道理。嗯。他正经了，他倒就是泡牙了。可不泡牙了，他那才拉了。你都这么想着去花吧，哪儿不往这下去？不用别急。会挨着染了，俺娘都准备好套了。好的，能接受一个两个人。现在也都是，要力量也不行干。不行干了，姐。一百。你咋接下来就一百了吧，中了？这回卖好的了。哎呦，这挣了。成了，有人背着走吧，我不管了啊。这就成了。